来，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喽。我想一想，二三四，好，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好，先看好哈。我们手放在这边，我先从正面示范一次哦。它是一个转头的动作，五六七，但是呢，我示范两个给你们看，看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，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看？我转侧面，好，五六七跟五六七，你们喜欢哪一个？一还是二？二，为什么喜欢二？那个炸弹，你喜欢二，为什么？觉得好像比较性感，哦，那咪咪为什么喜欢一？我二，哦，你也是二，对，你没有看出来两个的差别吗？一个比较速度比较快，然后另外一个感觉它停留的比较，就是感觉那个连贯性比较漂亮就对了。好，所以你们看我示范两个动作，你们就知道差异性在哪里。那我现在跟你们说，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我第一个动作我就动我的脖子，就是五六七这样子，就动脖子五六七，所以它就只有长这样。可是对不起，这个动作麻烦你连身体的腰部要一起动，五六七，所以我是连身体的屁股都有点带着它，所以我们要稍微一点微弯，一点微弯，好。然后呢，转的时候，在我刚刚带暖身的时候一样用到。转的时候呢，请你带到最远的地方，然后你的腰稍微跟着扭，屁股稍微跟着带一下下，就是不要只有你的脖子在动五六七，这样随便晃一下，这样太不够意思了，对不对？晃晃多一点。好，你们刚才看出来两个动作的差别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手放前面，试一次哦。那我先慢动作，很慢的哦。好，那请你们把你们的头呢带到最深的地方，然后你的屁股感觉是跟着它一起转，身体跟着脖子转，慢慢的哈、哦，好，预备，来，五六七，对，好，有醉的感觉，微醺微醺，好，很好，来，我看你们做，来，五六七给我一下，手放好。好，预备，来，五六七，哎，天哪，性感，性感，可以，可以，再一次，好，来，五六七，很好，好，请注意哦，就是你在带的时候呢，再看我做一次，我侧身哈，有看到哈，不是你的这样子，也有一种转法是这样，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这个转法。我只要你的脖子动，然后身体就是你的屁股跟着，有一点点的扭转，好吗？也就是说，其实你只要把你的脖子带的画一个半圆，而不是只有这样子，不是只有脖子上面在动，要让你的身体感觉是画一个半圆上来，好吗？再一次哦，好，预备，哦，很好呢，大家很会。好，来，开始哦，五六七，很好。那我从刚刚的五六，那个五二三四五六七到这边，好不好？从八开始准备哦，八。好，我先慢的，好不好？来慢的哦，五记得跨出去哈，五二收手，二三放嘴巴前面，三对，好。四记得是什么吗？对，抖肩膀，右左四，然后五六七，可以哈。好，来再一次，我换你们做喽。来，回到八，好，预备，来，五二四五六七，OK，好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好像忘了跟大家讲，你转脖子就从右往左。从右边往左边转哦，大家有做对哈？脖子是从右往左边转过去，画一个圆过去。请问一下，那个是从右开始转吗？我看影片是从左边开始转，影片好像是左右边呢、欸。因为影片是镜面，它不是要。
我们现在先右边好了，因为影片它在侧面的时候，就是你知道，虽然它是镜面，可是它回到侧面的时候，它就变成相反了。对，好的，谢谢。好，不会，你是哪位？我是 Coco。哦，Coco，你要开那个影像吗？好，等我一下。好，OK，你们可以的话就把它打开，因为这样我才看得到大家做的动作。好，那如果有些需要调整，可以跟大家说，不然等到练到很多再调整，就大家会比较辛苦一点。好好，OK，那随时有问题可以问，没问题哦。好，那再一次哦，从八开始准备，八，A 八，好，准备哦，好，五、二，收手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哎，对不起哦，哎，我那个对不起，五六只有五六而已，五六这边脖颈部只有五六而已，七就已经下去了，五六，所以只有六拍，到六拍，五六哎，五六七是下去了，再一次哦，再一次，老师，你今天的声音好像比较小欸。我声音比较小吗？对，不会啊，那我我这再边转一 OK 次，的。等我一下，我调一下，老师，我这边 OK 呢。他可能笔电或者是这样可以做再比较调，好吗？嗯，因为他上次那你比较是大声老吗？师是用那个麦小蜜好蜂。吗？OK 啊，可以吗？因为我今天是用耳麦，我今天没有用麦对，克风，我上次是用麦克风，对。可以吗？大家声对，音是听得到啦。啊，我不晓得别人。有觉得不清楚的吗？不清楚的话我就换，我就带麦克风，没关系。我今天是戴耳麦，不清楚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就是比较小声，我怕录起只来有会你比不清较楚是小吗？声，比较小声。其他同学都可以吗哦，那？OK，他可以就好了。那你再看一下，如果你还需要，你再跟我说，我先继续好，往下教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，那我们这样五二三四，5, 2, 3, 4, 然后五六七的时候往下，七的时候往下画一个圆，八。踮脚，哎妈，八就很简，这个是七八很简单，七就是往下画一个圆，七八。好，我们整个动作连起来哦，好，五二三四，八开始八，五，收手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踮脚，两个手打开。好，来，我看你们做，来，从五二三四开始啊，预备，来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，八踮脚，两个脚要踮起来，然后手打开，好，再一次哦，我们加快一点点速度，好不好？好，预备，来，八，请准备好，八，开始，五二。四五六七八，OK，好，大家还行哈，好，记得肩膀的时候是右边肩膀先动，右边右左，好，右左，刚刚可以吗？右左，好，来最后一次哦，来，好，最后一次哦，来八，预备，五六开始，五二三四。五六七八，棒，太厉害了！好，那接下来六二三四五六七八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六的时候请注意哦，六的时候左脚往前，左手往上，左脚往前蹲。好，左脚是往前蹲，左手往上，你的脸是看往你的左手。好，六。就这样子，六就这么多动作哈。六往，你刚刚是往八，是两个脚踮起来，然后手打开，对不对？六，左手往上，左脚往前蹲，右手是往下。OK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八，六，好，二的时候呢，右脚勾起来，右手往后画一个圈。
再一次好，先看我，先看我，好，大家先看我，这边有一点点，其实不难，但是就是大家顺一下，八我们是不是就踮脚，对不对？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接下来是左脚往前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，六，看到吗？二的时候呢，右手画一个圆，右脚勾起来，左脚踮起来，二，好，再看一次哦。然后其实头还要跟着转哈，大家没关系，不管它多难，我们都可以的。好，来，六二，大家看到我做了吗？再一次哦，八，好，六是往下蹲。好，请记得在这些低的动作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蹲的确实，你不要只有这样踩一步。我说蹲的时候，它是真的要往前蹲。那原因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你往前蹲的时候，你下一个动作起来的时候，你才会有，它会有一个力道，然后你才有办法踮起来。好，好，来再看一次哦，来八，好，六，二，好，可以。大家现在做到之后，我们就来调我们的脸，调我们的眼睛。眼睛的时候，六的时候是看左手，然后二的时候滑出去的时候是看你的右手。跟着你的手，眼神是跟着你的手的动作在移动，好吗？这动作稍微难一点点哈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分开来，好，我们先分开来。大家，我们先做脚，我们先做脚。好，来，八是踮脚，对不对？然后手打开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左脚往前踩，然后右脚勾起来，左脚踮，对，然后身体再往左边转，往左边转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八，先脚就好了哈，先脚，六往前蹲，左脚往前蹲，二踮起来，往你身体要往左边，因为待会要往左边移动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来，左脚，八，六往前蹲，左脚往前蹲，二，好，那现在加上我们的手哦，只有手就好了，脚不用。好，我们刚刚八的时候是两个手平行，对不对？六的时候是往，左手上，右手下，六，然后头看左手，二，右手画一个圆，往后画一个大圆，能多大有多大，就是整个往后画一个大圆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手再一次哦，八，八的时候是打开，对不对？好，六，往上，左手上，右手下，二，画一个大圆。那我们现在加上脚进来咯，加上脚，好，八，八的时候手往上，然后脚踮起来，脚踮起来，好，准备咯，六，二，好，好像大家比较 get 了，来，再一次，快跌倒是不是？好，从八开始来，八，给我八准备动作，八，好，记得踮脚，八，好，来。六，二，很好，好，可以，好。那接下来稍微看我一下哈，因为待会会有三 and 四，先看我一下，好，来，八，然后八，六，二，三 and 四，我们先做脚的动作就好。大家看得到我的脚吗？可以看得到我的脚吗？我慢一下，我慢点讲哈。这个地方有脚的动作比较多，它是三 and 四。我们刚刚是踮什么？六，左脚往前，对不对？二，勾脚，对不对？右脚勾起来，好。三的时候，右脚往下。三，右，左，跨。好，我再讲一次，这地方小小小小的复杂，但是这边的脚步很重要，好。因为你的脚如果不对的话，你下个动作连贯不过去，而且我们的团体就会很乱。好，再讲一次哦。我们刚刚是不是六往前，二勾脚，对不对？而且已经往左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脚勾起来，这个脚是要往把它放下来，所以是右左，然后右脚跨出去，所以是右左右，可以吗？再一次哦，来，六往前踩，左脚踩。二勾脚，三 and 四，这时候跨的时候呢，最后一个三 and 四的时候跨的时候，我已经面对后面了。
好，大家一脸疑惑看着我，再讲一次哦，来，再讲一次哦，再讲一次。我们刚刚是六，对不对？六往前，左脚往前，然后二的时候勾脚勾右脚，那你勾起来脚一定要放下去啊，好，所以右脚先踩，右左跨，右左右左跨，跨出去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面对后面。有没有比较不疑惑一点？我来看看大家眼神，确 认过眼神没有疑惑，还是有疑惑是吗？没有，我在帮你录影，我要专心。好，哦哦好，没有古筝兔兔哦，哦再一次古筝兔再看一次哦，好，我们先脚的动作，我刚刚是不是六左脚二，好右脚，我刚刚右脚是勾起来对不对？二的时候脚右脚是勾的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要把右脚放下去，没关系，你就记得右左跨，右左右跨的时候，右左右跨的最后一个是我已经面对后面。再看一次哦，看得到我的脚吗？古筝兔兔看得到我的脚吗？可以哈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六，踩，左脚往前踩，二的时候勾脚，三 and 四跨，面对后面。好，来，我看大家做一次好不好？来哦，从六开始，对不起，从那个八，从五六七八的八，第八拍开始，好吧？好，来六，二，小动作就好了，三 and 四，OK，好，面对后面，OK，好，可以，很好。那我现在加上手，加上手，那大家先看一下，先看哦。因为这边的手部动作很简单，它只是一个交换，但是你要把它就是藏好。好，我们刚刚是这边六，大家已经会八嘛哈，六、二、有。三、四，四的时候呢，四的时候呢，已经跨右脚对不对？你的手回来的时候，你的右手放在身后，然后左手呢是放在你的胸前。右手放在你的身体后面、屁股后面、腰的地方，好，然后左手放在你的胸前。再看一次哦，再看一次哦，好，我们刚刚老师，是，你站后面一点，我站后面一点啊，好，这样另可以外一吗？边，另外一边，靠这电边，扇那边，电这扇里，在，对，OK，这样子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OK，那等我一下下，我挪一下我的电脑过来，等我一下。因为这样我才看得到你们，这个位置对不对？这个位置吗？可是，在我这边就变成看不到啊。谁看不到？我本来看得到你的脚，可是这样我就变看不到啊，了。好，那再退回去，再退回去。好，来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样子呢，大家看得到脚吗？好一些。可以吗？奇怪了，怎么会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没关系。这样子有脚了吗？没关系，我调一下我手机，等我一下。没事，可以的，没事。好。等我哦，没问题的。因为我是因为导演，我有听过。我在录影，哎，导演。好哦，导演麻烦你了。看一下这样子有没有脚？好，停。有，老师，你跳的时候，示范的时候啊，可以不用讲话的时候，你就往后，然后要讲话的时候再往前就可以了。哦，好，这么复杂是不是？好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再一次哦。我下次给你一个比较好的麦克风。好，我这 AirPods Pro 哎，好，没关系，来，没关系。如果需要的话，我有带小蜜蜂啦。我上次是用小蜜蜂，但是因为背在身上要移动有点麻烦。对。好，没关系，来，再一次哦，八。六、就是手就右手就背在后，背在你的腰，然后你的左手在你的胸前，好哈，可以，录得很清楚。好，来，那换你们做一次好吗？我看一下，好，从八开始。八，好，来，六，往前蹲，二，
来看我做一次，因为他的手呢是很顺势的，有点圆滑的，他不是突然走到那边就突然这样子。好，所以看看一下我的动作，就是很顺的过来。好，来，八，好，来，六，二，三，and 四，四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换你们做一次，来，从八开始，八，八，好，来，踮脚好了，预备，来。六、二、三 and 四，OK，很棒哦、OK，好好好，来喽来喽，三 and 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喽来喽，三 and 四，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要眼睛要跟着你的左手，眼睛跟着你的左手，跟着你的左手，我先从这边看一次哈，我们往背面，对，眼睛跟着你左手哈，五六七。这时候只有五六七的时候呢，你的头还有头眼睛都是跟着你的手往后转，给出去，好吗？再一次哦，五六七哦，好，预备。你的右手还是背在腰后面哈，左手呢，因为刚在胸前对不对？所以是抬起来，五六七，那脚的地方请注意看我的脚哦哈。好，看我的脚哦，脚的地方呢，请你用脚跟左脚，左脚脚跟旋转，跟着你的手往后。好，看一次哦，所以左手跟左脚还有头都是往后往左边转。好，来开始喽，五六七，所以它会是一个这样回眸一笑，很辛苦的回眸。好，这是我刚刚讲到这个腰部的地方扭转，五六七。老师这边，我看到他好像比较容易会跌倒。有，我没关系，来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。我们先从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腰的地方，那记得这边都是莲花指，好，莲花指。好，左手放在胸前，好，五六七。头、眼睛跟着你的手往左边转出去，同时你的脚呢，左脚脚跟着地，只有脚跟当做轴心哦，只有旋转我的脚跟一起出去。好，先看我做一次，这个地方是有一点点，一点点一定要做好，因为它只有扭转的腰，只有这样子过来看而已，它不是整个身体，所以你要把那个腰还有你的头的那个。放电感要做出来，好好来，先看我做好吗？好，眼睛看着你的手，头跟着你的手，然后左脚是脚跟着地，脚跟当做支轴。好，五六七，往后面看，好吗？所以你的右脚会有点微弯，你的右脚是弯的，右脚不会是直的，不然你转不过来，你会受伤的。右脚是弯的哦。好，来换你们做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先做预备动作，给我右手背在腰后面，然后左手在胸前莲花指。好，请准备喽，记得你的左脚脚跟着地往后转。好，预备，来，五六七。OK，很好很好，来，再一次哦。我们送的时候是慢慢的往后送，慢慢的往后送，记得头跟着你的手。一起送，头跟着手一起送出去。好，你不要说手比较快，头在跟着上哈，或者是头快，手还没跟上都不行，同时两个同时。好，再一次，我看大家再做一次哦。好，来，右手背在腰后面，OK，好，然后左手在胸前。好，记得要出去了，转出去的时候左脚脚跟着地。好，预备，来，五六七，好好多了，好多了，OK。那我们从刚刚是到了哪儿去了？好，我们从六二三四八，然后六二三四五六七，好不好？从刚刚的八开始，预备，来，六二三 and 四，
五六七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先看老师做一次，好吗？先看我表演一下，好。刚刚八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踮脚，然后两个手伸直，好，六二三 and 四五六七，有看到吗？可以，好，再慢一点，我再慢一点，好不好？再慢一点哦，再慢一点。八，然后六的时候，记不记得左脚往前，左手往上，右手往下，六，然后画一个大圆，二，右脚勾起来，三 and 四，画出去就面对后面了，然后就转五六七，OK，换 你们表演来，从八开始喽，八，好，八踮脚，八预备。来，六二三 and 四五六七，很好，很好，OK，好，再一次来，回到八的预备动作，八，好八，OK，文婷，你帮我手放低一点点，平行，对，然后文婷两个脚是。没有前后的踮脚，它是并在一起的踮脚。八，它是第五个八拍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会再复习一下前面哈。来，好，六，预备，来八，好，来，六，好多了，再一次哦，来，加快一点点速度好吗？因为我们现在大概只25%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的目标是75%。好，今天好，预备，来八，给我八，八动作，来八，好，预备，来，六、二、三 and 四、五、六、七，OK，好，可以。那八超简单，但是八的动作一定要做好，好好，因为这动作你不要忽略它哦，好。来看一下，八很简单，刚刚是第五个八拍的八嘛，八好，六二三 and 四五六七八，八的时候，请你把左手转，我们刚刚是不是转出去，对不对？转出去，那请你收回来八，然后身体就蹲低，八收回来，快速的收回来，身体就蹲低，往右边收，盖起来，盖起来。超简单，最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好好，来，我们从前面那个第五个八拍开始，八踮脚。OK，好，来，准备了，来，预备，来，六、二、三 and 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对，OK，好，八就是要把它盖起来。可以，好，来，再一次哦，来，踮脚，来，踮脚。好，预备，来，六、二、三 and 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对，OK，盖的时候啊，来看一下老师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就是很利落的盖回来，八，好哈，来，这你们再做一次，来，从前面一个第五个八拍的八，踮脚。打开，好，预备，来，六、二、三 and 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盖回来。OK，好，很好。娘娘，你是 跌倒。好，那我们从前面好不好？五二三四到六二三四连起来哦，还记得前面吗？我们从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先开始，好，来，预备，旋转，记得哈。我讲一次，因为刚刚有些同学是后面加进来的，那前面其他学过同学，你们顺一下，好，顺便听。那刚刚加进来的同学，我稍微讲一下哈。我们最后一个。